意味着杨家的神话破灭了。我会让朝中那些保阳派和中间派都明白，杨家这棵大树不是无法撼动的。焦赞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拆天波楼是我谢金吾一人所为，与王大人无关。杨家若是来寻仇的话，我绝不会避让半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谢金吾会在家中等着他杨六郎来取我的人头。谁也不能羞辱杨家，羞辱我六哥。